大家好，这里是民国女子，我是陈叔。民国名媛和闺秀里呢，各有各的气质，也各有各的美。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，张允和是民国名媛里面颜值担当，但是呢，张允和的美是那种含蓄温婉、岁月静好的美。我也说过李丽华的美，她的那种美呢，是那种不可一世的霸气和高贵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，正是我在早期查找民国资料的时候呢，被他那双充满光和精气神的眼神吸引的。除了惊为天人的立体五官之外，哪怕他已经是满头白发，却依然光彩照人。黑亮明眸的眼神，恐怕是所有人都会过目不忘的。我是陈叔，关注我，一起聊世界，看生活。